喜欢自拍，不管在哪里都行。我喜欢自拍，不管在哪里都。哎，平燕，报告赶快做啊！你做完你的部分，才能去看今天在活动的那个男友之夜。不然左一又要说你了，难怪你叫雷燕。好啦好啦，你很烦哎、欸，去。哎，栗子超蠢的，他都不知道现在男夜有线上直播吗？跟你们说啦，报告可以不用做，但是男夜一定要给我去看。啊，还有啊，你最好拿给我去看那个什么男夜直播，不然小心看了鸡鸡变短。我喜欢自拍，不管在哪里都行。哎，栗子栗子。你那么喜欢自拍，那你知道历史人物里谁最喜欢删照片吗？我不知道哎。当然是赵云啊，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他是长山赵子龙啊。干，真好笑。是不是？那我再说一个，那个赵云啊，他在长坂坡拯救那个流产小屁孩，为什么一看到很淫荡的女人，就会急着把她扶起来呢？因为他跟你一样需要学妹吗？你这个学妹找什么跟什么啊？明明就是他是个服 bitch 的阿斗啊！干，这也好笑哎！是不是？那我再说一个。等等哦，你赶快去做报告哦，不要在那边东摸西摸，不要我跟你方便，就给我当随便。你讲那么多个便，到底是哪个便？哎呦，翅膀硬了是不是？我讲的当然就是 bad。